长青之家的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松恩堂的弟兄姊妹，以及正在云端上收看我们视频的各位慕道友，愿你们平安。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是蒙福的日子，因为今天是长青之家和松恩堂联合崇拜的日子。今天正道的主讲嘉宾是陈同牧师，诗歌敬拜是长青之家的敬拜团队。今天有属灵的盛宴，感谢主，我们是蒙福的。下面有请副长老为我们今天的崇拜带领我们来祷告。让我们齐心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儿女聚集在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是深愿你在这里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也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愿圣灵在这里运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在心灵诚实中来敬拜我们这一位至高的真神。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很高兴今天我们松恩堂和长青之家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有一个联合的敬拜。诗篇上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今天都可以众人如同一人，我们齐心合一的在这里敬拜我们三一的真神。相信神今天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先要来唱三首的诗歌，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起立跟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我们张开我们的口，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这一位真神。
Thank you.
弟兄姐妹，我们的诗歌就暂时唱到这里。在我们把底下讲到的时间交给陈同牧师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仰望主，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巴不得你能够悦纳我们的诗歌敬拜，我们巴不得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接下来我们要聆听你的仆人所给我们传讲的信息。主啊，赐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求你直接到我们的心里，跟我们的心来说话。有请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可以细细思想，成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出来。底下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跟我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我们长青之家的弟兄姐妹跟颂恩坛的弟兄姐妹可以相聚在云端，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上。我们在这里就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也愿他的旨意成就，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啊，能够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阿们。好，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有过好心做坏事的经历呢？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啊，有一天啊，窗外天寒地冻，一片白茫茫的冰雪，我被困在家里，百般的无聊，我就打开窗子去看外边窗外那个白雪的纷飞。可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只小鸟冲了进来，在屋子里到处乱窜，我就在想说，糟糕，这么寒冷的天气，它飞出去一定会被冻死，所以我就赶紧把窗给关上。哇，这个时候我好兴奋，我就决定我要好好的来照顾它，来服侍它，所以我就放了一些米，放了一些水在窗台上。哇，可是呢，这只小鸟它根本就不领情，它不吃也不喝，于是我只能跟我的弟弟两个人同心合力把这只小鸟抓住，然后呢就在它的腿上绑了一根长长的小绳子，把窗打开一条小缝。我们就在想说，哎呀，我如果它需要飞，我们就让它在窗外飞一飞，但是外边那么冷啊，一旦有危险我们就把那个绳子给收回来，那这样它就不至于会被冻死。可是呢，没两天，有一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就发现那只可怜的小鸟死了，就是被那根长长的绳子悬挂在它窗台的下边。那个时候我好伤心，我好难过，我以为我是好心不要让它远飞啊，免得它冻死饿死，可是我却不懂得神造小鸟有它的天性，还有它的生存的能力，我们的好心却做了坏事。弟兄姐妹，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教训，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的彼此分享。今天我就想到我们的神啊，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好心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坏事呢？究竟怎么样做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呢？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好心而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坏事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聆听这段经文的朗读。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三万人，大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去，要从巴拉犹大把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奏乐跳舞。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一天，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属他的一切，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他就在讲以色列最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经过了14年被扫罗王追杀逃难，历尽了千辛万苦，今天终于登基做了全以色列的君王。新王登基欢天喜地啊，王就要把那个象征神同在和祝福的约柜迎回耶路撒冷。他就竭尽所能准备了一个上万人的盛大的队伍，声势浩大，鼓瑟弹琴，唱歌跳舞，欢天喜地要去迎接神同在象征的约柜回到以色列。这一切似乎都是那么样的美好，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的欢乐荣耀喜庆的庆氛当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牛失前蹄，放在新车上的约柜眼看就要倾倒，乌撒赶紧伸出他的手去扶住那个约柜。没想到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当场乌撒就被神击杀在地，所有的人都恐惧战惊了，乐极生悲啊，大卫的心也就掉到了谷底，他再也不敢把约柜迎到城里去。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上帝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乌撒出手扶约柜难道不是出于好心吗？不是出于人的本能吗？为何他竟然招来杀身之祸？难道这是神的错吗？还是乌撒的错？还是大卫的错呢？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来祷告。主啊，你是恩典慈爱怜悯又是公义圣洁的主。主，当我们同心来敬拜了你，来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正道，能够了解你的心意，能够遵行你的法则。我们求圣灵你来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早在撒母耳记第四章就记载着，在祭司以利的时代，也就是乌撒被神击杀之前大约50年之前，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在会幕之前就胡作非为亵渎神，所以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当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神象征神同在的约柜搬出来，以为他们一定能够打胜仗，结果呢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连象征神同在的约柜也被腓力斯人给掳走了。而腓力斯人就把他抢来的这个约柜呢就放在他们的大衮神庙里边，结果第二天起来，哇，他们就发现他们这个大衮神啊就扑倒在地，他们赶紧把他扶起来，结果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大衮神庙又扑倒在地，而且头跟两只手全都给摔断了。接着约柜所到之处，境内瘟疫自苍流行，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腓力士人他们就决定要用牛车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当约柜送回到以色列这边的时候呢，在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九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就因博士麦人上光了他的约盖，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原来他们是知道神的定规的，是他们却是轻忽不把神的话当话，明知故犯，所以神就出手管教了他们。好，然后到了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就说这个时候基列耶林人就下来把耶和华的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麻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叫以利亚撒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里分派原文的意思呢，有分别为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被分派来看守约柜的以利亚撒是被分别为圣的，他是依靠耶和华保守圣洁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平安的看守的约柜整整达二十年之久。然后到了大卫登基为王的时候，大卫就要从亚比拿达的家中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接回耶路撒冷，他想借此让以色列人望重一心，回归真神，同时也稳固自己的王权。但是呢，他却像腓力士人那样把约柜放在新车上用牛来拉，结果呢就牛失前蹄，乌撒出手去扶约柜，耶和华就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旁边。这里啊说乌撒的死是因为他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呢？错误的原文意思就是安逸轻忽职守的罪责，借着乌撒的手，神严厉的管教警戒了大卫祭司还有所有神的子民。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是不能轻慢的，人的服事是不能用乌撒的手，也就是说我们服事的态度不可以自以为是轻忽的态度。好，我们这里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服事不能够有自以为是的态度。大卫的错呢，首先他是问人没有问神。在历代志上13章1节就说到，大卫在这件事上没有好好的求问神应该如何的做，他只与民中的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来商议这个事情，然后全会众都说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件事情在全民当中都看为美好。结果大卫没有求问神他就去做了，还记得祭司亚比拿他当初从拿伯逃到大卫那里的时候，他是带着以弗德来的，所以大卫每一次打仗都要用以弗德来求问神，甚至连他的妻小被亚玛利人掳去的时候他都要求问神，然后他还才去追，不是吗？他在逃难急难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来求问神，为什么现在他就不求问神呢？是不是他觉得神已经拣选他为王，神已经祝福他了，他又有美好的动机，又在神的面前用琴瑟锣鼓号来作乐竭力的跳舞唱歌，神就必定来祝福他呢？所以他认为神会悦纳他，他就尽管放手去做也不用问了。但是呢有一点哦，全会众的心意跟王的心意却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但是白搭，而且我们还会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以为说，哎呀，今天神让我们盖了一个大教堂，让我们的教会人数倍增，就很明显神就是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求告神了。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啊，在一个大的得胜以后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是否能够在得胜的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继续来寻求神来依靠神呢？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乌撒他错在哪里。乌撒的错就错在他轻忽懈怠，
错在他用他的手去触摸了神的约柜，轻忽了神早就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所定规的不可摸圣物，免得你们死亡。亚比拿达的家，也就是乌撒的父亲，看守了约柜整整二十年，所以他们全家应该知道如何用敬畏的心来对待这个约柜。但事实上呢，在利未记的第十章曾经就记载着亚伦的两个儿子在一日之内就被神击杀，因为他们所犯的也是一个轻忽的罪，原本是在一个圣洁喜庆的场合，结果也变成了一个悲剧。前一章还在说，哇，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的显现，天上的火降下了，烧尽了所有的祭物，也就是表明什么？表明神是悦纳他们的祭物的，神悦纳他们的献祭，百姓也都欢呼喜乐。可是突然间下一幕却是天上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两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处理神的事情，神圣的事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跟谨慎。而且事实上神是不需要人的保护的，一直以来都是神的约柜在保护以色列人，不是吗？约柜即便是落在腓力士人，落在敌人的手中，神也能够降灾，让这些腓力士人心生恐惧敬畏，然后就把这个约柜给送了回来。乌撒以为自己能够出手保护神的约柜，却轻忽了神所警告的触摸约柜必死的话，这就是一个轻忽懈怠的心态，还有出于人欲的一个轻举妄动。神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所以这些被管教的先例，就好像在神在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明知道我们不能够手去摸那个电，如果我们不小心用湿了的手去触摸电源的时候，我们被电死一定是必然，是不是？即便你是好心去救人，一样你触到电源，你触电也必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所定规的，我们是不能轻慢的。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一边敬拜神，一边洗脸刷牙做早餐，剪指甲做头发，这些是不是也是有疏忽懈怠的态度？我们不是来敬拜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吗？我们能带着这样轻忽的态度吗？虽然我们这样不至于被神会击杀，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敬拜如果不能蒙神的悦纳，那我们所做的岂不是枉然？我们是在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吗？好，我们求神能够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敬畏谦卑顺服的心。神首先要得着我们这个对的人，然后再借着我们去祝福和帮助别人。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么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好，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服事的方法要用神的方法，要照着神的方法，而不是我们人看为对的方法。早在民数记的四章十五节就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都遮盖完了，哥虾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神早就指定要由利未的子孙用神指定的方法来抬约柜，人是不可以触摸约柜，因为不洁的人靠近圣洁的神必定死。约柜要用人的肩膀来抬，也表示神他是在上，人他是在下边，要谦卑来服侍上帝。约柜要用人的肩膀来抬，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
开教的习俗，大家都知道皇帝出行是要用八人大轿来抬的，不能够由牛车来拉的，只有货物才会放在车上。人是不能把自己当作主人，而把神的约柜当作货物来拉。当初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20年之久，乌撒呢又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他是应该熟知神的这些定规，如果他遵照这些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些错误，乌撒呢也不至于死于非命。神所要的不是这种方便快捷轻省的牛拉新车，而是要一个奉献者的肩膀。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对他的话绝对的顺服，而不是使用人看为快速轻便、聪明有效、能够帮神一把的人的方法。在希伯来书的8:5这么说，他们供奉的本是天上事的形状的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就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姐妹，在人看起来比较有效省力省事的事，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方法。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服务的对象，我们就应该照着他定规的方式，而不是我们觉得方便的方式。最方便的方式就好像在疫情当中我们都可以上网来敬拜，不必开车，也不必面对面，有的人看久了就烦了还不如就在网上一举数得。但是这是不是神一直要我们维持在这样的一种敬拜方式呢？那我们的团契，我们的肢体是怎样相聚呢？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小心，我们不要轻忽了神所定规的。我们常常也会把人的方法用在一些神国的事情上边。我记得我小女儿小时候生病了，在百般的痛苦煎熬当中呢，我们就试图去寻找任何可能让她病得医治的方法。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就带着我的女儿去参加了一个神医特会，那天真的是人山人海，很多人都慕名而来，都想靠着这位据说很有医治能力的神医，让自己或者自己心爱的人病得医治。当我们一走到门口，那个招待就问我们说，你们是哪个教会的？我们就说我们是宣圣会，他就把我们带到前边的3排座位。后来我才明白，因为宣圣会早期也有灵恩倒地的这种背景，当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哇，真的是诗般的气势，那个敬拜的音乐，灯光音响的高低起伏，变幻莫测，让人真的是如痴如醉啊。我也不知道那是流行音乐所带来的那种疯狂，还是圣灵触摸带来的感动，总之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热烈火爆。然后就看到那位位高民众的神医走上台去，他要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来敬拜来祷告。然后突然间音乐停止，台上的那个神医大喝一声 touch， 随着他的大手一挥，我们这几排的人全部都倒在地上。当时我跟我先生根本就没有觉得是被圣灵击倒，而是不得已被人连拖带拽被他们拉倒在地上。然后到后边的时候，他们又邀请要得医治的人都到台前去，结果好多人都上去了，被他祷告之后，这些人立刻就在那里做见证说他们都得到了医治。哇，就这么样去了一次之后，我的女儿并没有得到医治，而且呢，她从此对这种医治祷告的聚会医治特会，她就心生反感，非常的抵触，从此她就再也不肯去了。当时我们心中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我们对这种医治特会的一些人的一些做法，我们心存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相信神绝对是有医治的权柄，
和医治的大能，但是神需要用人手的方法，硬是把人推倒在地，或者用人造的身势来彰显神的大能吗？我们求神怜悯啊，免得我们在好心侍奉他的同时，反而绊倒了人，帮了神的倒忙，更恐怕又因为作假而惹神震怒，就真的有一天会被神击倒在地了。阿门。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做神的工。腓力士人啊，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懂得神的规矩，所以他们用牛拉新车来把约柜送回以色列，神没有跟他们计较。但是大卫跟他的团队受了外邦人的影响而不自知，他们就看到腓力士人和那些占卜之人所用的方法好像也是方便轻省有创意，他们就轻忽了神在这件事情上的严格要求。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恨恶那些占卜张扬异教之风的行为的人，所以乌撒的死也是神对大卫跟以色列民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当人不按神所定规的分别为圣的方法做事，却用世界的风俗形式想来讨神喜悦的时候，就算你满腔的热心，有良好的动机，又极具用心，场面盛大，结果还是招致神的愤怒还有管教。乌撒当场被击杀在众人的眼前，一场全国上下热闹盛大的欢庆，就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当中变成了一片死境，还有恐惧战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呢？今天我们的服事是否也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呢？据说啊，有个教会为了吸引人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就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来个大抽奖，最高奖金500块。几个月之后呢，这个教会的主日聚会人数果然就翻了一倍。可是这些人来到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敬拜神，还是他们要来得好处呢？所以，如果有一天不抽奖了，这些人还会留下来吗？是否我们自己也要警惕我们自己的服事，不要效法了世界而不自知，我们不要效法那些别人看为有果效但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也可能把主日的诗歌好像变成一场音乐会，然后上边只有灯光舞台，诗歌也不是一般人能唱的，而是为了真的是显示炫耀自己的高难度专业水准。是不是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这样做合不合神心意呢？好，接着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要怎么样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到我们的功课。在第八节，大卫因为耶和华杀了乌撒，他心里就愁烦，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柜怎么能够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这里第八节讲到大卫心里愁烦，这个愁烦两个字在 NIV 还有其他的一些英文版本当中的翻译都译成 David is angry， 就是大卫生气了。也许大卫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大费周章要讨神喜悦，怎么好心就没好报，我一生气他就不干了。然后第九节又讲到大卫也害怕了，就好像这个约柜变成了一个探手的伤愈，是个不祥之物，运到哪里哪里就倒霉。当年约柜运到腓力士人的 地盘，腓力士人就全都长了痔疮，所以他就给乌撒死的地方取了个名字叫做皮列斯乌撒，永远也不敢再忘记乌撒的死。他也再也不敢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就把约柜存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可是三个月之后，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哇，神借着这个约柜大大的祝福了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还有他家里所有的一切。哇，大卫听了之后终于如释重负，他也意识到自己在乌撒被击杀的这个事情上自己有错，自己的责任。即便他动机是好的，他也是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神借着这样严厉的行动，让大卫跟全以色列全族都来震惊，永远警醒，不能忘记。大卫知道自己错了，即便动机再好，也必须是按神的方法方式来行事，所以他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当他再一次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完全按照神所定规的方法，终于欢天喜地地把这个约柜迎回了耶路撒冷。神借着约柜的死和让大卫和全以色列的人震惊惧怕之余，终于都悔悟回转了。哈利路亚。好，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在服侍神，也在服侍人，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犯错？是不是？可是即便我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方法也要对。当我们在服侍孩子的时候，就不要随己意随口就教训他们，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你好，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不好好读数学，不好好弹钢琴，不好好学什么什么，你将来就到麦当劳去扫地吧。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遵照神在圣经里边所教导的原则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用神的方法来做，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枉然，也不惹动神跟人的愤怒。阿们。好，那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三点。我今天要讲的，我们的服侍不能用乌纱的手。首先第一呢，我们的服侍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小心，不要有轻浮骄傲的心态。好，第二点就是我们服侍的方法要用神的方法，寻求神的心意啊，不要用人的方法来做神的事情。第三点呢，我们要在我们的错误当中，我们要学到功课。当我们错了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阿们。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场，还有教会里边的各种服事啊，不要有任何的轻浮骄傲的心，也帮助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你的心意，不要自作主张或者用人手的方法来做神的事工。主啊，求你特别保守我们，也是帮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在被你管教的时候，能够谦卑下来，能够顺服下来，向神向人来认罪，并能够及时的回转。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按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来服侍。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班。我的好处不在你
心有真知理。